兔十二星座金牛座的钩织方法。这款玩偶采用优质线材钩织，搭配精美配件，整体生动形象，又不失精致细腻，既可以做摆件，又可以当做挂饰，用途多样。编织方法简单易学，如果需要购买原版材料包并接受编织指导，请在淘宝搜索店铺苏苏姐家直达店铺。下面我们进入正题。这款玩偶由主体和配件两个部分组成，主体包括腿部、身体、手臂、头部、帽子五个部分，其中腿部、身体、手臂、帽子是需要钩织的，完成后在对应位置填充和头部组装起来。配件包括耳朵、钻链、王冠、牛角、尾巴、金钱符号、钥匙扣以及贴片。先完成主体，然后在各个部位安装配件。首先学习主体的钩织方法。先学习帽子的钩织方法，来看表格。表格图解中圈数这一列用 R 加数字表示，总针数这一列表示当前这一圈所有针法全部钩织完成后的总针数，加减针情况说明这一列表示钩织当前这一圈时需要用到的针法以及加减针的情况。这款玩偶都是采用十字形短针钩织，后面钩织时统称为短针。表格中的针法符号 X 表示短针， V 表示短针加针，还用到锁针和引拔针。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为了方便大家看得更清楚，我用粗线作为演示，颜色随机。具体的线材、配色以及钩针的型号，请参考对应产品的详情页和图纸。表格中的起针是环起，表示起针方法是环形起针。首先来环形起针，右手拿起线头，在左手食指上绕两圈，一、二，上方一共有三根线，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捏住线圈重合的位置，取出，然后将线头在左手小拇指上绕一圈，从中指与食指之间穿过，将线圈转移到左手的中指与拇指之间。右手拿起钩针，钩针在这两点之间活动，穿入线圈，钩针放在线的左侧，逆时针绕线，将线勾出，勾一个锁针固定，钩针仍然放在线的左侧，绕线，将线从线圈里面勾出，一针锁针就完成了。大家看，这个就是环形起针完成后的效果。下面来钩织第一圈， R1 是 6X， 表示在起针的线圈里面勾六个短针。首先立一针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这个起立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我们在实际钩织时每一圈的开始都需要钩织起立针，注意起立针不算一针，可以稍微拉紧。接着在起针的线圈里面勾短针，穿入起针的大洞，将钩针放在线头上方，将线勾出，这时钩针上一共有两个线圈，将钩针放在线头前方，逆时针绕线，将绕线的线圈一次穿过钩针上这两个线圈，一个十字短针就勾好了。右上方这个辫子就是对应的针目，也就是这样的 V 字形状的两根线，往后每一针都有对应的针目，在这个短针的针目上扣一个记号扣，以便于最后结束时找到引拔的位置。
如果没有记号扣，也可以用别针或者回形针代替。这个记号扣的位置就是当前这一圈的第一针。接着勾第二针，穿入大洞，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勾出。接着将钩针放在线头前方，逆时针绕线，一次穿过钩针上两个线圈。第二个短针就勾好了。这一圈一共需要勾六针，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勾。将线勾出之前，都是将钩针放在线头的上方。三，四，五，六，全部完成后，我们来收一下起针线圈。这里一共有两个线圈，首先轻轻拉一下线头，可以看到有一个线圈活动，先拉紧会活动的线圈。还剩一个线圈，直接拉紧线头，这样线圈就收好了，表格中对应的针法就勾好了。接着我们在当前这一圈第一个短针针目上拧拔结束，也就是标记记号扣的位置勾拧拔针。穿入钩针，钩针不需要在线头上方，绕线将线勾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旁边这个辫子就是拧拔针。拧拔针在表格中没有标明，我们在实际钩织过程中每一圈的结尾都需要钩织拧拔针，拧拔针一定要拉紧，不然下一圈容易多钩。这一圈一共勾了六个短针，起针的线头暂时不用处理，可以在勾下一圈的同时收进去。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一圈完成后的样子。接着勾第二圈，22是6V，表示在上一圈的六个针目里勾短针加针，连续勾六个。先立一个锁针作为短针的起立针，这一针对应下方这个针目。起立针不算一针，为了使连接处不太明显，可以拉紧起立针。这一圈全部为短针两针的加针，表示在同一个针目里勾两个短针，在起立针对应的针目中勾第一个短针加针。穿入钩针，勾的过程中把起针的线头放在钩针上方，顺着织物的纹理一起收进去。一针再穿入同一个位置，两针，这样一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在第一个短针上做好标记，接着在左侧相邻的针目里勾短针加针，穿入这样两根线。勾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收线头。一针，两针，第二个短针加针就完成了。这一圈一共需要勾六个短针加针，剩下的四个全部按照每一针勾出两个短针的方法继续往下勾。
完了最后一个加针，在交扣的位置银拔结束。一定要注意，每一圈结束后都要与第一针钩针引拔针连接。穿入钩针，我再强调一遍，钩引拔针时钩针不需要放在线头上方。绕线，将线钩出，一次穿过钩针上的线圈，将引拔针拉紧。我们来数一下针数，一个 V 字形状的辫子表示一针，从最后一针往回数到引拔的位置。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十二。这圈一共十二针，起针的线头因为已经收了一圈，可以直接剪断。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二圈完成后的样子。接下来勾第三圈， R3 是 XV 乘6，这里的括号表示为一组，乘6表示重复钩织6次。这一圈的针法是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这样的一组重复钩织6次，立一针锁针，做起立针，将起立针拉紧。起立针对应下方这个针目，后面每一圈开始都要立一针锁针起立，起立针不算一针，并且需要拉紧，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在起立针对应的针目中勾一个短针，做好标记。接着在相邻的针目里勾一个短针加针，一组 XV 就勾完了。我再演示一次，先勾一个短针，往下勾一个短针加针，这是第二次，这一圈需要重复钩织6次 XV， 剩下的4次全部按照一个短针一个短针加针的方法往下勾，往下将它们勾完。拉紧。这圈一共18针，每一圈的总针数在对应的表格中都有参考，后面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可以看一下这篇正面的纹理比较清晰，反面的纹理比较模糊，后面钩织时正面始终对着自己，这样第三圈就勾好了。继续勾第四圈， R4 是 V2X 乘6，这里的 2X 表示在相邻的针目上连续勾两个短针，一针对应一针的短针也叫做不加不减针。这一圈先勾一个短针加针，然后勾两个短针，这样的一组重复钩织6次，先勾一个短针加针，在第一针上做好标记。后面钩织时每一圈开始的第一针都要做好标记，
方便解释后找到引拔的位置，我就不再重复说明了。接着勾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一、二，这个就是 V2X 的勾法。我再演示一次，先勾一个短针加针，再勾两个不加不减的短针，这是第二次，这一圈一共需要重复勾制6次，剩余的4次按照前面的方法继续往下勾。最后在记号扣的位置勾一个引拔针，拉紧。大家看，这个就是第四圈完成后的样子。下面勾第五圈 ,R5-13XV-6, 表示先勾三个不加不减的短针，然后勾一个短针加针，重复勾至6次。先勾三个短针，然后勾一个短针加针。一次 3XV 就勾好了，这一圈一共需要重复勾制6次 3XV, 剩下的5次按照前面的方法勾制。先勾三个连续的短针，再勾一个短针加针。往下把它们勾完，最后在交扣的位置引拔结束。拉紧，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五圈完成后的样子。表格中 R6-12 不加不减 30X, 表示从第六圈开始每一圈都是不加不减勾30个短针，一直勾到第12圈结束。我演示一下第六圈的勾制方法。这一圈一一对应挑针目勾不加不减的短针，往下将它们勾完。纸片边缘会有一点卷曲，我们将这一圈正面对着自己，把卷曲的部分向后翻。大家看，这个就是第六圈完成后的样子。后面第七圈到第十二圈都是一一对应挑针目勾不加不减的短针，方法比较简单，大家自己对照图纸将它们勾完。勾的过程中
注意始终保持正面朝外，我就不演示了。下面教大家一个数圈数的方法。制片表面有一圈一圈凸起的纹理，有几圈这样的纹理表示已经勾了几圈。一、二、三、四、五、六，一共六圈，后面就按照这样的方法确定圈数即可。全部完成后，将帽子套在娃头上看一下。这里我用一个样品演示一下方法。后方和脖子位置对齐，帽子外圈能将耳朵包裹起来就可以了。因为每个人手的松紧度不同，勾出来的制片大小也不相同。实际如果覆盖的较多，可以少勾一圈，如果不能盖住耳朵，可以多勾一圈，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圈数。最后勾一个锁针固定。拉大线圈，留出25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拉紧，这样帽子就勾好了，放在一边备用。接着学习腿部的钩织方法，来看表格。腿部也是采用环形起针的方法绕圈钩织，方法比较简单，大家自己对照图纸钩织即可。实际钩织时注意，因为针数比较少，第二圈对应短针完成后，将织片正面朝外。将卷曲的部分向后翻，再引拔结束。后面的钩织方法比较简单，钩织过程中注意保持正面朝外，这里我就不继续往下演示了。全部完成后勾一个锁针固定，拉大线圈，留出5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拉紧，大家看，这个就是一条腿完成后的样子。另一条腿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完成后不需要断线，这里我就不演示了。大家看，这个就是第二条腿完成后的样子。两条腿勾好后，在里面塞入填充棉。塞的时候注意，没有断线这条腿线圈不要脱落。一边塞一边用剪刀调整一下位置。填充一定要饱满均匀，注意剪刀不要扎到手。
这样两条腿就做好了。接着学习身体的钩织方法，来看表格，沿着两条腿继续往上绕圈钩织。图纸中 CH 表示锁针， A 表示短针的隐形减针。下面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表格中这里是 4CH 连接两腿，表示在两条腿中间勾四个锁针连接起来，然后再勾第六圈，取出没有断线的这条腿，钩针穿入之前放开的线圈，稍微调整一下线圈大小，勾四个锁针，这四针不要勾得太紧，稍微松一些。一、二、三、四，在第一针和最后一针上做好标记，扣在辫子右侧这根线中。完成后，将钩针穿入之前放开的线圈，取出另一条腿，穿入第一个短针的针目中，也就是之前断线线头的位置。勾引拔针，将它们连接起来，勾的时候带一下断线的线头。将引拔针拉紧，这样两条腿就连接起来了。接着勾第六圈，根据表格标注钩织即可。先将左侧这条腿对应的短针勾完，勾的时候不要忘记立一针锁针起立。先勾两个短针，第一针勾在之前引拔的入针位置，做好标记。勾的过程中不要忘记收线头。两个加针，两个短针，这条腿对应的针法就勾完了。现在到了连接的锁针位置，在上面勾短针，先穿入左侧相邻的锁针里面，挑辫子上方两根线钩织，也就是下方就要扣的入针位置。在里面勾一个短针。完成后挑相邻辫子两根线钩短针。这个辫子不太明显，不要漏掉。继续挑辫子上方两根线勾短针。
完成后将另一条腿对应的短针勾完，两个短针。锁针对应的针目不要漏掉。两个加针。两个短针。这条腿对应的短针就勾好了，最后在连接锁针的另一侧勾至短针，注意这里的入针位置要挑剩余辫子的这根线钩至，也就是下方短针的入针位置。可以看到上下两个短针勾在了同一个洞沿中，完成后在记号扣的位置引拔结束。拉紧。大家看，这个就是第六圈完成后的样子。后面第七圈的钩织方法与前面类似，都是括号里面表示一组，乘几表示重复钩织几次， X 前面的数字是几就勾几个短针。需要注意的是，加减针的位置一定要按照表格加减针情况说明进行钩织，不要随意调整。第八圈到第十二圈都是一一对应勾不加不减的短针，钩织时始终保持正面对着自己，大家自己对照图纸勾到对应圈数，这里我就不演示了。大家看，这个就是第十二圈完成后的样子。数圈数时，从其中一条腿往上数即可。第十二圈勾好后，在腿部和身体连接的位置塞一点填充棉，让其更加饱满均匀。下面钩织第十三圈 ,R13 是 4XA4X×3, A 表示短针减针。这一圈的针法是先勾四个短针，再勾一个短针减针，然后勾四个短针，这样的一组重复钩织三次。先勾四个短针，不要忘记在第一个短针上做好标记。完成后勾一个短针减针，这里采用隐形减针的方法。可以看一下，一个针目是这样的两根线，靠近自己的这根线是前半针，
靠近外侧的这根键是后扳针。将钩针穿入相邻针目的前半针，再从前往后穿入第二个针目的前半针。这里不太好挑针，注意不要穿错位置。钩针上有三个线圈，钩针放在线头上方，将线勾过前两个线圈，还剩两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一个短针减针就勾好了。用这种方法钩织，针与针之间空隙比较小，织物纹理更加精致美观。往下勾四个短针，第一个短针勾在相邻的针目中，注意不要勾错位置。一组 4XA4X 就勾好了，继续勾第二组，先勾四个短针。完成后勾一个短针减针，我再演示一次隐形减针的方法。钩针从前往后，分别挑左侧相邻两个针目的前半针，钩针放在线的上方，将线勾过钩针上前两个线圈，还剩两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短针减针就勾完了。接着勾四个短针，第二组就勾好了，这一圈还剩一组，按照之前的方法继续往下勾。全部完成后，在第一针上拧拔结束。拉紧。大家看，这个就是第13圈完成后的样子。接着勾第14圈 ,24 是 7XA×3, 表示先勾7个短针，接着勾一个短针减针。这样的一组重复勾织三次。往下将它们勾完。后面第15圈到第19圈的钩织方法与前面类似，我再强调一遍，加减针的位置一定要按照表格加减针情况说明进行钩织，不要随意调整，大家自己对照图纸把它们勾完，这里我就不演示了。
第十九圈勾完后，取出瓦头，将脖子塞入身体里面。将身体最后一圈卡在中间的凹槽内。看一下开口位置大小，如果身体最后一圈开口位置较大，纸片不能卡住，或者开口位置较小，脖子塞不进去，需要调整手松紧，重新钩织最后三圈。我演示一下最后线头处理方法，全部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拉大线圈，留出5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拉紧。这个线头暂时不用处理。从这个小洞里塞入填充棉。边塞边用钩针调整一下位置，让其填充的饱满均匀。大家看，这个就是身体完成后的样子。接下来钩织手臂，来看表格，两个手臂都是采用环形矩阵的方法绕圈钩织，钩织方法与腿部相同，大家自己对照图纸将它们钩完，最后预留25厘米左右的线头。这里我就不演示了。手臂钩好后，在里面塞入填充棉，填充大约一半就可以了。然后将这个小洞收一下，将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将针从前往后分别穿入最后一圈6个针目的前半针。完成后拉紧线头，在第一针和最后一针的位置多缝几次固定。线头还比较长，暂时不用处理，小洞就收好了。这样一个手臂就完成了，另一个按照相同方法填充收洞眼，这里我就不演示了。接下来将各个部位组装起来，先连接身体和帽子，用卷针缝合的方法将它们缝起来。身体最后一圈有15个短针，将后方7针和帽子连接，共出8针不缝合。先找到对应缝合位置，将身体没有隐拔这一面对着自己，将开口位置沿着左右侧边前后对齐捏扁，找到前方8针，在左右两侧扣下扣标记。两个记号扣之间包括记号扣的两针是预留的针目，将剩余的7针缝合起来，将帽子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
将针从肩往后穿入身体对应的针目中。再从后往前穿出帽子对应的针目中。拉紧。同一个位置多缝一针固定。接着将针从前往后穿入身体相邻的针目。从后往前穿出帽子相邻的针目中。拉紧。继续从前往后穿入身体相邻的针目。从后往前穿出帽子对应的针目中。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一直缝到左侧系腰扣的前一针。身体之前这个线头暂时不用处理，放在后方。最后多缝一针固定。和身体断线的线头打个死结，先将线头从反面过渡到对应位置再打。取下胶口，将两个线头多余的部分藏在身体里面即可。这样身体和帽子就固定好了。接着安装娃头，先从娃头脖子下方的小洞里面塞入填充棉。实际如果脖子下方不太平整，可以修剪一下，将它们修剪平整。同样一边塞一边调整一下位置，将整个娃头内部塞满填充棉。完成后将脖子塞入身体里面，身体最后一圈卡在脖子中间的凹槽内。也可以在脖子位置涂抹胶水，将娃头和织片粘起来，让其更加牢固。接着戴上帽子。这样娃头就安装好了。最后固定手臂，手臂固定在身体左右两侧倒数第四圈的位置，大约和腿部在一条直线上，两个手臂之间大约间隔八到九个短针。实际固定时可以在身体对应缝合位置扣胶扣标记。这里我已经提前标记好了，将手臂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
手臂前后对齐捏扁，将缝针穿入项链前后对应的针目中。将线拉出，找到手臂对应的缝合位置，将针从对应针目穿入，另一侧对应针目穿出，将线头拉出，取出第二个手臂，同样将它前后对齐捏扁，缝针从前后对应的针目中穿出，穿的时候注意对照一下手臂位置，取下胶扣，相邻前后对应的针目穿入，穿过身体，另一侧穿出，穿过支线手臂相邻前后对应的针目中，将线头拉紧，用这种方法缝合，手臂是可以自由转动的。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多缝一次固定。将线头从身体背面穿出，另一个线头也从身体背面穿出，紧靠之前穿出的线头，将两个线头拉几个四节，剪掉多余的部分，将线头藏在身体里面，大家看，这个就是两个手臂固定完成后的样子，这样主体就做好了。下面学习各个配件的制作安装方法。先制作固定牛角，来看一下成品。牛角由定型条和金线制作而成，安装在帽子倒数第六圈到第七圈的中间位置，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制作安装方法。剪一根 8.5 厘米左右的定型条，在一端涂抹胶水，缠上金线，缠的时候可以将起始位置的线头藏在里面。将线头一圈一圈紧密地缠在一起，
将整个定型条缠完。剩余一厘米左右的位置时，在末端涂抹胶水。将剩余的部分缠完。剪掉多余的部分。如果线头散开，可以再涂一点胶水固定。等胶水凝固，胶水凝固后，用钳子捏出弧度，先将其中一端向里对折 0.5 厘米左右的长度，将对折的部位捏紧。继续向里对折1厘米左右的距离，捏紧对折的位置，另一端按照相同的方法折好。折的时候注意两端保持对称。取出主体，将定型条放在对应安装位置。中间没有对折的部分，根据头型捏出弧度。接着将两端稍微向上对折。调整一下弧度。完成后再缠一层金线，先在对折的一端涂抹胶水。将它们缠完，同样缠得紧密一点。
完成后继续缠中间部分。中间部分缠完后，将另一端涂抹胶水，将剩余的部分缠完。等胶水凝固，这样牛角就做好了。下面将牛角固定在帽子对应位置，只固定中间没有对折的这一部分。固定时注意牛角要放在中间。取一段60厘米左右的线头，实际线头颜色和主体颜色一致，这里配色随机，穿入缝针。将针从对应位置穿出，线头拉出一部分，下方对应针目穿入，上方同一个位置穿出，拉紧。接着下方从项链的针目穿入，上方对应位置穿出，拉紧。继续从下方项链的针目穿入，上方对应位置穿出。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把它们缝完。一边缝一边调整位置，防止缝歪。缝完后再往回多缝一遍固定，让线圈均匀的将定型条包裹起来。遇到没有包裹住的地方，可以在中间位置多缝一针固定。最后和起始位置预留的线头打个死结。
将线头稍微收一下。可以再稍微调整一下位置。这样牛角就固定好了。接下来学习耳朵的钩织方法。来看表格。耳朵采用锁针起针的方法钩织。表格中 F 表示长针， S 表示引拔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钩织方法，直接根据表格钩织即可。左手挂好线头，钩针放在线的下方，逆时针绕线，钩针上有一个线圈，左手捏住线圈交叉的位置，钩针在线的左侧，绕线，将线钩出。起针的这个结不算一针，拉紧线头，也可以直接打一个活结套在钩针上，稍微调整一下线圈大小，钩四个锁针，一、二、三、四，接着从倒数第四针上钩一个长针，也就是第一个辫子的位置。挑辫子上方一根线钩织。长针的钩法是绕线一圈，穿入，钩针不需要放在线头上方，直接逆时针绕线，将线钩出。钩针上有三个线圈，绕线穿过前两个线圈，还剩两个线圈，绕线一次穿过，一个长针就钩好了。接着钩三个锁针，一、二、三，在下方同一个辫子上钩一个引拔针，引拔针不需要拉紧。完成后钩一个锁针固定，拉大线圈，留出25厘米左右的线头，剪断，拉紧。这样一个耳朵就钩好了，另一个按照相同的方法钩织，这里我就不演示了。接着将耳朵固定在帽子上面，来看一下成品。耳朵固定在帽子倒数第四圈和第五圈上方中间位置。两个耳朵之间间隔大约10个短针。请看我演示具体的固定方法。先在帽子对应安装位置扣胶扣标记，这里我已经提前标记好了。取出一个耳朵，将耳朵预留的线头穿入缝针。固定时注意耳朵正面对着自己，将针穿入帽子对应位置。耳朵另一个线头从下方对应的针目穿入，稍微拉紧线头，将两个线头从反面打个死结。
稍微收一下。这样一个耳朵就固定好了，另一个按照相同的方法固定，方法比较简单，这里我就不演示了。接着在帽子最后一圈粘上钻链，先在帽子最后一圈涂上胶水。完成后取出钻链，粘一圈，从后往前粘。粘完后剪掉多余的部分。稍微调整一下位置，等胶水凝固后，再另取一段线头将钻链固定一下，让其更加牢固。剪一段40厘米左右的线头，这里配色随机，抽取其中一股穿入缝针。将针从钻链边缘穿出，线头拉出一部分，留出5厘米左右的长度，另一侧穿入，拉紧线头，间隔一段距离穿出，可以调反面的线圈。将过渡线藏在里面。实际固定时等胶水凝固后再固定。另一侧穿入，拉紧线头，继续间隔一段距离穿出，调反面的线圈，将过渡线稍微藏一下。另一侧穿入，按照这样的方法往下把它们缝完。
最后和预留线头打个死结。稍微收一下。这样钻链就固定好了。接下来制作尾巴，剪一段7厘米左右的铝丝，这里我已经提前剪好了。将一端向里对折1厘米左右的长度，对折两次。将对折的部位捏紧。完成后，在上面涂抹胶水，缠上金线。缠的手先竖向缠几下，再横向从上往下缠。完成后剪掉多余的部分，如果最后线头散开，可以多涂一点胶水固定。等胶水凝固，剩余的部分用钩织主体的线材缠，方法都相同，往下将它们缠完。同样，这里配色随机。这样尾巴就做好了，接着固定尾巴，尾巴固定在身体后方第12圈大约中间位置。可以先用缝针将洞眼戳大一点，完成后在尾巴底端1厘米左右的位置涂抹胶水。将尾巴穿入身体对应位置。等胶水凝固，调整一下尾巴角度，这样尾巴就固定好了。下面在主体粘上贴片、王冠和金钱符号，贴片粘在身体右侧，在贴片反面涂抹胶水。将它粘在对应位置，底部大约在第9圈的位置。
金钱符号粘在身体前方中间位置，顶端和倒数第二圈对齐。粘的时候注意金钱符号 S 型，不要粘错。具体角度没有要求，按照喜好自由调整即可。王冠装在牛角的中间位置，在王冠和牛角帽子接触的部位涂抹胶水。等胶水凝固，这样贴片、金钱符号和王冠就固定好了。我们材料包中还配有钥匙扣，实际配件全部装好后，根据自己喜好选择安装。我用一个主体演示一下钥匙扣的安装方法。钥匙扣装在帽子第五圈或第六圈的中间位置，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调整安装位置，在对应位置扣胶和标记。取一段30厘米左右的线头穿入缝针，将针从对应位置穿出，线头拉出一部分，留出5厘米左右的长度，穿入钥匙扣的扣眼，向领针目穿入，另一侧针目穿出，拉紧线头，穿过扣眼，从帽子对应位置穿出，拉紧，往下多缝几针固定。最后和预留的线头打几个死结。将线头勾到帽子里面藏好，也可以顺着帽子表面的纹理稍微收一下。这样钥匙扣就装好了。这款星座玩偶的钩织方法就讲完了。如果大家在编织过程中